哎，今天早点上完分，早点下播，好吧？They can't 也不stop 搞 me. 搞点死妈阵容，好吧？就这样。Pain nothing 像素。My mother died. Oh my god. Because I use this, you know. 启动。哎，等下，等下，我没接线。等下，我操，我愣半天，我摇杆没接线呢。等我接一下线，我天呐！哎呦，草饲窝不要。哎，这人也好，这人也挺死嘛，这人也是五右相处。哎，不过他的意图没我好，我的是高贵的蓝武，他是下贱的植物，我的意图阵容比他的好。Try to 一 think 个月什么时 outside 候？不知道，这是随机的。现在是，反正应该是至少一个月。喜欢到。哎，做坏了！This is not your lucky timeline. 做坏了！他妈的，永恒大使懒得喷，永恒大使做坏了。You may start your prayers. 你在倒什么呀？玩个意图还倒啊！我的天啊！嗨，你来啦！这就敢虚化呀，虚化狗！不是，为什么老是有人用这种傻逼幻影啊？屁用没有啊！太帅啦！哎，没人斩杀，我早知道我不想，早知道不耍帅了，这血量打不死，忘了，我早知道不耍帅了，真的，早知道不耍帅了，打不死。I've sacrificed more than you've ever earned. 哇，太有操作了！
哇，拉满了，红狗，你无敌了，孩子。哇，红狗，红狗无敌了！哎，懒得喷。你玩红狗，你这辈子没有了，你已经是个废物了。我不一样，我这是打号的，好吧？我自己是不会玩这种贱、这种死妈角色的。你不一样，你已经是个贱货了，你已经是个下贱的人了，这不一样，好吧？性质不一样。死吧你红狗！我本来就不一样啊，我这是帮老板打号呢，我本身是心地很善良的，我不会玩这种死妈的忍者啊，不死妈角色的好吧？玩无忧相处的多少沾点心理阴暗，我像那种人吗？不像啊。什么叫双标呢？你看我玩自己的号会选这个死吗东西吗？不会吧！我现在我是当小代嘞，我是帮别人打号嘞，我才用这种死吗角色的，性质不一样，知道吧？哎，又是这个 L 杀，好像他今天要这是要冲榜啊！真的呀，这是肯定真的呀！啥时候是15号？15号。哎，四大辣条没了。哇，你玩一团哦，我是红狗，好吧，俺俩存着，好吧。没了，没了，这直接没了呀。这没了呀，我操，红狗垃圾啊，这他妈的。才来了，好好好。不行啊，玩一图的，玩一图的，你做坏了，跟你讲，你做坏了，我只不过是玩那个红狗而已，你凭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这人没素质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公主辣条。海姐死吗？哎，虚化狗，海姐是真恶心啊！这三个我最烦就是海姐了，真的，我最烦就是海姐。是哪个人能设计出这么死妈角色来？抽象无敌，然后几乎零争霸体，他把策划妈都杀了，做不出来这玩意。哎，不是，这能晕到啊！我操了你妈！你妈贱狗啊！我靠！
你他妈的抽你妈个逼啊，你死骂了。你死妈啦，你到你妈呢，我操啊你妈的，你个鸡毛玩，不是你玩玉林还抽啊，你死妈玩意。啊不，我玩红狗好吧，行吧行吧，原谅你好吧。我玩红狗啦，可以理解好吧，你肯定以为我是个贱狗，因为我玩红狗了，可以理解好吧，可以理解。那 这下可以理解了。不怕，他很贱啊！驯化狗，操了你妈！你玩驯化狗，你真死妈了！哎呀！你个贱人，我操！加个屁呀！巨头王怎么打海姐呀？我操！这死定了呀！这逼还玩那么狗，这贱玩意！巨头王怎么打海姐？你给我表演一下，真的是。哎，傻逼海姐！你看到这傻逼暴铁，我操了你妈！哎，我打你妈呀！玩海姐的，你死妈了！你玩这么贱的阵容，我操！你别跑，你不接的那你妈今天必死！跟你讲，你个畜生，你个怂逼，你不接你今天你妈必死！跟你讲，好，你不接你妈死了！跟你讲，你等死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个废物，他妈的，玩那种贱货阵容，你给我等着，好吧？你给我等着，别让我再遇见你，你个畜生！哎，等下，这主板，这个型号不是一个主板的型号吗？我记得有个牌子的叉幺幺九主板就叫这个名字啊，怎么这他妈卖电脑都来这了？我靠！啊，是不是卖电脑都来这推销了？我的天哪！我记得这个奥特曼这个这是个杂牌主板的型号啊。不是你在抽什么？
哎呀，这个傻逼花招，我操！哎，熔岩做坏了，我操了你妈！好，你后撤你妈呢，我靠！哎呀，不行，我也要玩御林，他妈的，怎么一个个遇到这么个死吗？玩意，一个个玩的跟你玩这种贱货角色，我靠！就我玩阳间的，我除了像处有点阴间，其他两个都是阳间的，凭什么倒车？你妈死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要玩和尚了，我要玩绝活和尚了，跟你讲，不玩像处了，像处手感太差了，真的不如和尚，手感太垃圾了，这东西。我操，在这！啊，红狗！我操死你妈！你别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去你家把你家主板打差评好吧？就反正我用金月的，我不用你这个再版，跟你讲，一会儿就给你家主板打差评，知道吧？我一会儿就恶意下单去恶意购买，跟你讲，你个狗东西，我直接恶意打差评。妈玩五月红狗多少十个吗？我就开地图炮了，多少十个吗？包括我，好吧，谁玩五月红狗谁十个吗？我就把话摆着。真的玩五月红狗你得十个吗？你得十个吗？包括我，好吧，谁玩谁死吗？我就这么说。感谢公主坟场灯牌，谁玩谁死吗？谁玩五月红狗谁死吗？我把话放在这里，包括我，好吧，我一视同仁，谁玩谁死吗？谁玩谁死吗？包括我，好吧，我就开地图炮了。这种贱货角色还狗呆狗的呢，我还一堆人觉得自己好有操作，还嘲讽，还要战斗到底。你玩这种贱货，我还要战斗到底了，是吧？哎，昏迷一击铁甲特有的后继线人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啊，抽什么招？不是你鸡巴的，你鸡巴只会这招啊！我靠，贱狗！好，还卡网，好吧，我这脚中了，这脚他妈他卡网。你等着，你看我意图怎么把你打死。你等着，你个贱货！啊，我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死马仔呀、啊？
不是五月红，我就是他妈的抽搐死吗？狗，没有一个正常是吧？我天呐，全是死马仔，真的。哎，我感觉我不该玩这虚空军团王，军团王不适合我，我应该换虚化狗了。好久没玩虚化狗了。那隐灭这个号虚化狗武器不好，主要是。他这个号虚化狗。我妈呀，梦醒的一路，哦。This is not your lucky timeline. 我换阵容去了，他妈的，我不玩这种，我不玩这种，哎，懒得喷啊，懒得喷啊，我那个啥虚化狗一个，哎，小雪太要接得稳，然后再来个死妈三妈啊，不行，这样玩的话我就没妈了，还是玩和尚吧，来点 The 绝活，就这 Shadow 样，Mind will prevail. 感谢小雪太要接得稳，谢谢。哎，还是和尚玩的舒服，和尚手感好，而且也能打下那些阴间玩意。除了老费，我这么说吧，和尚会玩和尚是可以打五右红狗跟虚化狗的，但是三猫没三猫打不了，三猫打不了，三猫能把和尚当成泥摩擦，真的。哇，懒得喷，我操，吵死，我操，真死吗？我有点想，我想开公屏骂所有人了，真的。怎么没有一个正常阵容啊？全是这种死吧死全家阵容，我的天呐，真的真懒得喷呐、啊，不是死吗？就是死吧或者全家一起死光光，自拍一张就是全家福那种，真的真懒得喷。懒得喷，真的懒得喷呐、啊，这种死吗阵容？一天赋都行，一样死吗？一样死吗？红狗，你个贱人，你是死了亲妈！我天哪，玩红狗的，你多少沾点全家死光了，跟你讲，你亲妈多少沾点啊死活死阿香性啊！哎，算了，看在你不是故意的份上，给你也扣个打的好吧。真的，真懒得喷了。哎，死妈海姐，我靠，怎么今天遇到全是死妈阵容啊？哎呀！哎，这怎么掉下来空了呢？海姐，你死妈啦！暴击！我天哪，孩子！我的天哪，孩子！为什么你玩这种贱货阵容，狗运还这么狗运啊？你是不是你把你妈的阳寿拿去给阎王借贷款了？我靠，你才运气这么好！我天呐！说到我想给虚空意图重新排名啊，这玩意下限太低了，真不如死神意图。死神意图多八血，还能那个啥呢？你能怎么办？这傻逼海姐，你能怎么办？哎，懒得喷了，我天哪！
哇，还这还挺礼貌，说他应该是他不是恶意的，他死嘛，但是他的妈不是他亲手送走，他是无意中这样的，他是无意中把自己的亲妈送走的，还算友善，好吧，可以原谅。虚化钩啊！我妈呀，梦醒的！我要再战，我要再战，好吧？这个人有挺友善的，好吧？阵容死吗？好歹遇到个友善的，好吧？他好杀的很，狠狠吃他分，知道吧？先把他分狠狠吃了，知道吧？先狠狠吃不分。为啥不和？我现在不是玩的，我现在不是在玩和尚吗？这不是和尚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是。哎，我不应该。我的天呐，海姐！我天呐，刀光！我天呐，抽象霸体！你妈死了，王海姐！我天呐，抽象霸体！你真死妈了！你友善个屁呀、啊！你真死吧你！玩这种死妈阵容，你活该！哎，这没死，为什么不？哎，红狗懒得喷，死妈四骑士，兔凯狗猫，确实，这四个贱玩意，玩这个多少占点心理，兔子反而是这里面最阳间的。哎，把它喷红狗。红狗。妈，你死妈了！你玩红狗的，你前途没有了。跟你讲，你前途没有了，你死妈了！啊，算了，你挺友好的，好吧，原谅了，原谅了。哇，孩子！
亲妈先。哎，啊！这我操！我操！我，哎呀！哎呀，你妈死了！我操，红狗！哎，我有点，我好久没玩虚化狗了，我有点感觉了，我差不多会玩虚化狗了。我这几个月被红狗侵蚀大脑后，我就没怎么玩过虚化狗了。我现在开始有感觉了。I will be back。哎，主要是隐灭这个号，他这个虚化狗没有好的武器，只有这个破烂免费送的蓝武。哎，不过也能凑合用了，总比白武。我天哪！我天哪！不要杀我，给我送分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棍哥，不要杀我，给我送分！我的天哪，棍哥，不要杀我，给我送分！给我送分，不要杀我！啊！报警！反正月光啊，这不废话。这斩不到，我靠！哎，我刺下啊！哎，什么鬼？真中啊！我靠！哎，刚才怎么扎到了？我靠！哎，是那个，这是极限时间吗？啊？啊！我扎到了！我天哪！我操！灾祸剑和尚绝活哥，维度是什么废物啊？维度吃屎去吧！虚空刀跟死神刀才是他妈植物。哎，这我操！你在逼我！我天哪，无敌了，棍哥！我天哪，我的上踢雀头，上踢十环雀反日劈都打不出来，被你卡的那个逼样，我玩锥子！我天哪，你在逼我，无敌了！你在逼我！知识吃屎去吧，知识还不如植物呢。怎么说呢？死神他面板垃圾，但是他的效果太逆天了。虚空呢，他效果一般，但是他的面板太逆天了。维度呢，上不去下不来，面板不行，效果不行，卡在这了，知道吧？没了，打，不打，啊！
from this. 什么什么不是踢不着？你在说什么踢不着？哦，那个飞踢是吧？也看情况，有时候踢得着，有时候不行。那飞踢有时候踢得着，有时候不行。说真的，我不想玩无用相处了。他这个怎么说呢？你打蠢的是好打点，打精明点的就很难打。无用相处有点怕虚化狗的。哎，没摔到。哪下？别跑，我要吃分。好。哎，我顺便录一下那个依图素材，因为我要做依图，我要做依图教程 2.0， 好吧？我当生日礼物啊，啊不对，当我给你们生日礼物，好吧？依图教程 2.0， 教一下依图削之后怎么玩好一点。啊！因为红猪退环境了。啊，哥！有没有想过想什么？直接死！打一定对方的教程，哎，可以哦。猴子无瑕玉好还熬光，肯定熬，肯定无瑕玉熬光，无瑕玉面板垃圾，但是效果好用，好吧？没无瑕玉的话，你那个大招就相当于没有这玩意。啊！我卓越懒得喷。哦，我的擦！刀光都能刮死你。啊哈！抽五下，差五片碎片，满天赋啊！还是开出来，我操！你不会，你不至于是为了猴去开吧？你应该只是没满天赋是吧？是不是？啊！真抽猴子啊！想不开啊！哎，这下低头。This is not your lucky timeline. 那巨桃王还是不行，巨桃王下限太低了。带永恒，带那个虚空剑很强，比暗魂曲还强，但是还是有点垃圾。说实话，这还不如虚化狗，虚化狗操作空间大多了，真的。虚化狗操作空间老大了。感谢一面辣条，香草烤鸡，滚，滚。不是，这点没人呐、啊，我浅上个3300而已、啊，简简单单上个3300呢。啊，这才月中啊，月中人确实会少一点。啊，我操！
Play very well, thank you. 我、哦、操你妈的！我还以为是老外的，原来是你这个逼！我靠！我还想是老外的，原来是你他妈！我看你这个苦瓜逼头像，我才认出来，我以为是老外，还想友善点呢。你给我滚！我操！你懒得喷，你说讲鸡巴洋文讲 Chinese， 你是 Chinese，speak Chinese， 他妈的！哎，差点就可以来墙角大连段了，可惜了。哟，不怕的。哎，季伯做坏了，我操！那傻逼平 A 乱 A。哎，还好我是乱冲狗，还好我是乱冲狗。那么你将面对的是虚空剑残雪一图，汗流浃背了吧，老弟？汗流浃背了，老弟，你将接受神的制裁。Saba kill 啊啊，哥，哎，没死。啊！我操！你要是后宫阿 K， 这里来套日劈的，你他妈的哪有你 一上来就来个重击的呀？真没点技术含量，我操，懒得喷，真没技术含量，懒得喷啊！ I can feel your weakness. 那哥们，你有暗影啊，推板啊！你跟个傻逼一样接重击干什么呀？还是地道级铁甲都这么弱智啊？我让你喜欢后期遭报应了吧？那狗玉，那狗运铁甲，真蠢啊！你有暗影，你他妈应该是勇冲过来，继续近身打压迫、打压制，而不是跟个脑残一样重踢完继续立回。哥们，你没暗影，你重踢还好说。哎！不是鸡巴，你后踢仙人啊！不，我海姐都鸡巴后踢仙人啊！你妈，哎，乱动，活该！王海杰，咦、哦，没想到吧，喜内，还好我手速够快。你扣你妈战斗到底呢？你玩的鸡巴阵容还战斗到底，吃屎去吧！哦，他是不是想让我再战呐、啊？你再战，你直接扣就行了。你发招，你不是为了嘲讽人吗？
你想带弹你就直接抠不就行了？你发什么战斗到底？真的是我无语了，搞得我有点误会的，我都不知道他想嘲讽，还是想让我再战，我理解不了，他想嘲讽还是想再战呢？我都不知道。没人了，我天呐！哎，我操，阳间阵容，好吧，说实话，说实话，我现在觉得植物人算阳间的了，因为真的很好，很好反制。真的，我现在觉得植物人是阳间阵容了，很好反制的这玩意，真的，真的很好反应，很好反制。比什么死妈、三妈、死妈、海姐、死妈、相处死妈、虚化狗好打多了，真的。植物人现在我觉得可以进入阳间行列了。跺脚。这不跺脚，错了哥又咋样？Attention. 啊，后期。扎，这不扎，不扎就别扎了，哥们，让你扎就扎。啊！被去头了！我操了！喷！直接强杀了！再不强杀，我肯定要把自己玩脱！必须得强杀！不是不是不是，老外也 call keep fighting 来嘲讽人，不，老外也有两种用法，就是再战跟嘲讽人，但是。一般很少有人拿来扣，哎，我操，死神老板，我操，真有人老板带这玩意啊，这玩意娱乐武器啊！哎，跳闸了，哟，你等着，前摔，你扫码了，没数字的，哎，没数字的，没数字。你等着，你就靠不靠什么靠打你就完事。看我靠不靠打你就完事了。Servant of Shadows greets you. 狗运。不是，没压力的，老弟。我操，没压力的，我靠，老弟。哎呀，取消后摇，你真温柔。哎，你妈了个！
我放。我操！这真的没压力了，我靠！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呀。不是，这人老马没压力了，我操！我满蓝啊，哥们，那不带压迫感啊，这负增血反他也没点破绽的这人。妈的，死神到老马什么阴间理解，我靠！我操，你死吗？啊！哇！哎呀！我操！哎，行，可以。给个鸡巴呀！我家狗原来玩的这个逼样，我靠！啊，我家没狗。哎，还人还怪好的。啊，狗运！不是你没别的招啊！哎，总算该死了，你个贱货！啊，我操你死吗？啊，不可以待这里，你这人他妈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你吃屎去吧！你跟你打我肯定要翻车。哎，不玩和尚了，还是这俩巨大王继续，但是加个运灵，好吧，换个运灵，来个虚化狗，来个虚化狗，不玩和尚了。有谁阳间的？新手杀人族都很阳间呢，然后军团王也很阳间。不是这个点没人啊，五六号，行，可以，那挺好。哎，我操！有素质的杰哥，有素质的老马，但是他妈还是得死，没办法，你玩相处了。ヒノコの方でナスメドコトナス，但是桀骜老马削了呀，好多人都没拿到就削了。桀骜老马两天赋死，我只能说两天赋是死，狗屎，只能这么说。两天赋我只能说是大便中的大便了。Time for my secret technique. Well, techniques. 我玩红狗还倒车，你妈已经死了。废物红狗，什么是红狗？你就是个废物罢了。Greetings, my friend. Always happy to see a new face on a battlefield.哟！啊，狗运！那凭什么？哎！哇，还为什么？你抱什么鸡呀？
凭什么？你妈死了，重击！哎，这位置不够啊！不是没别招，哎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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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本来是死了，但他太蠢了。我操！哎，我用什么石环？不，三然后玄学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不行。我操！哎，浪费个石环，我操！这死吗？哎呦，阳间杰哥那好杀，这把稳赢了。他的阵容，他就一个红狗恶心，但是其他都很阳间。哦，原来是玩这个招玩导致。Oh my god！ 梦醒的。この孤独な世界に別れなつれさせてやる。もうよろだ。静かに行け。わざわざ苦しんでいたんだな。不接，你是红狗，你吃屎！你是红狗，你只能吃屎。你只能吃屎，你不能接，你不能再站。我没办法，之前那个什么什么 Elsa Gaming 他妈的，我玩红狗他就不接我在那，那你玩我也不能接你在站，好吧？你在玩这玩意了，凭什么要接？你在玩这玩意了，凭什么要接你在站？哎呦，是这个，哇，死吗？阴间凯特，纯度凯特，意图是这样子的，全游戏最强角色的，不是吹的，好吧？他这个玩纯度凯特的，多少沾点也沾点心理阴暗，说实话。然后呢，一图打熔岩先手不是很好打，距离不够，你重击会被他喷火喷到，所以最优解就是短冲，刮他哦，不对，不行，哎呀不行，哎你到你妈的废物，天赐良机。逃げるだよ。Stay in the comfort of your ignorance。不打破防啊，懦夫！不是你的玩越境凯特那种死吗角色呢？你怎么还这么容易？哦，没破防啊，吓我一跳！什么武器？看什么分？不会铁甲真有人带这个破烂呢、啊？除非没你该，除非你没有野蛮保镖，否则真有人带这个破烂吗？这号没穷。还敢乱动啊 ！Oh my god！梦醒的路，过来点歪的。Stay in the comfort of your ignorance。如果偏爱地火，好对付的，已经算好对付的了。地火，说实话。出现了纯度凯特。拿狗在屏幕上面乱舔都能玩得好的凯特就是这种，知道吧？我拴条狗，然后在屏幕上面舔来舔去，都能把对面打得落花流水，这就是我们的越境格挡型的凯特啊！
太纯了，哥们。啊，你怎么还这绝望踢一脚呢？破防跑路了，这看见没？我就说吧，破防跑路了。玩越境卡箱的基本上没几个好东西，都是那种玻璃心，然后还双标的那种东西，真的双标狗。一边玩的死吗？这种一边跟你喊战斗到底，一会儿要选明天，好吧？今天录点实战素材，然后明天就剪。2.0内容比1.0少很多，基本上就讲一下武器怎么选，上机后机削之后怎么用，十环削之后还有什么连段可以用，就不多，就是你就当是老教学 DLC 就行了，不是工程量没有新做一个教学那么大的，你单纯就是个 DLC， 知道吧？什么红我要学这玩意还真要出啊，我操，等削弱。我建议等重做。不带暴击吃屎，我只能说不，你依图不带暴击真没法玩。现在你要是老依图削大砍第一次的没暴击可以。但现在不行，你现在依图必须点暴击，必点暴击，好吧。必点暴击这没办法。妈的，你搁这狗叫什么 Chinese 哦，操，真没人啊，我天哪。不是，怎么真没人啊？全死了，不是，这今天这个点没人了吗？老外全死了，还怎么的？啊，人全死了吗？我去2.5分了，真没人呐！哦，这人，这个古斯塔夫，这人是个怎么说武德人？好吧，虽然说有、那个是个职业，这玩意是玩职业统一心理一样，因为这玩意就不是打不打法的问题，是你选了这个，你就一定是心理阴暗的这玩意。一再主打就是一个心脏打法，纯纯心灵暗。I must have met you before, perhaps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. Not you, 爆什么鸡呀？哎，他这才不暴击就给墙角大连断的，真的，他不暴击我就墙角大连断了，懒得喷。哦，现在也可以。哎，刚才那下狠踢没暴击，我可以直接给他一套连残，那就不用等到第二套狠踢了。说真的，意图这个暴。意图能不能把暴击率这玩意删掉啊，改成不点精髓就是零暴击率，好吧，这纯加强了，说真的，不点精髓零暴击那纯大加强，我就这么说。大伤害，好吧，大伤害他有蛇毒啊，只能打单段伤害。
哎，蛇毒没办法。意图是又有上限没有，这玩意没上限的，但是越往后它会削减越来越少。怎么说呢，十层卓越跟一百层卓越伤害也又差那么一两百，这玩意有上限的，有连击修正的，跟阿修差不多。这把可以当素材，绝对帅。这把绝对是素材，不用想。You'd better hold your breath. It's about to become a lot more toxic. I 错错了，すみません。刮死你，你蛇毒没了，我一个冲击波就可以给你刮死。有加伤有的，正常一个正常长冲冲完是1500左右，然后未来是1800，加有那么多点伤害，但是也就200多。啊！哎，他这我赌他，我操！就这么裸开后暗影，我天哪！这家伙很强的，我靠！这时间缓冲这个天赋给狗狗都强，你给霸体马都。我们给霸体马也救不了，霸体马那个招能接上什么吗？啊，吃满了！我操！我操！不是可以滚过去的吗？我他妈吃满，给他叠十二层和鸣！我操！吃饱了。铁和尚没啥用，说实话，铁和尚没啥用。哇，这人好敢那啥哟！啊！真敢呐你！哎！我操，真太高了！
摩拉塔，帅！哇！太帅啦！我的天哪！吸魂加后击斩杀是每个军团方都想打出的一个招式。啊，怎么叫下不帅了？你怎么能这么样说我的声音？怎么又没人了 ？Why？ 为什么呀？双重硬度，什么鬼？哦，棍哥，我的天哪，私募棍哥，又来给我送婚呢。I've learned to be patient. 哎，完了，我一图白给了，我操！没啦，一图没啦，我操！I feel the dread coalescing in the pit of your stomach.妈，军团王这个物理是真垃圾啊，和尚都打不过，真懒得喷。啊！哎，操！操！哎哎，不要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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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！上哥哥，好废物。那么接下来你将面对的是满蓝虚空舰军团王，还是残雪？你该如何应对呢，小智？你该如何应对呢？ If you had seen the things I have seen. 啊。哎，失误了，失败了。啊，再给我喷啊！
of their misery. 我靠，极限。妈，御灵棍没素质，玩御灵棍的都是死马仔。我把话放在这儿。我了擦！玩御灵棍的都是没素质的，玩死神御灵都是没素质的，因为我没有，所以都是没素质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没有，所以都是没素质。I must have met you before, perhaps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. Mela.好急了我。啊，白给，我操。我操，一头车白给。我天哪。懒得喷。一图白给了，一图白给了。妈，巨头物理那么吃屎去啊！没见过这么垃圾的物理，我靠！啊！不要这样子。啊！什么不要这样子？嘘嘞！啊，是中曲哥，废物中曲，就你！什么东西？就你！哎哎，哥哥哥哥哥！啊！啊！爹！爹！啊！啊！你妈了个臭逼啊！啊啊啊啊！不是，这他妈玩和尚做坏了，我操！没事，看我虚化狗反山，杨戬反山，看我杨戬反山，看我杨戬反山，看我杨戬反山，好吧？咿哟咿哟哈基马路走，咿哟咿哟哈基马路走。
Yo, yo, Haji Maluzo? Yo, yo, Haji Maluzo? Yo, yo, Haji Maluzo? If you have seen the things I have seen. 好痛，把库让我啊！哎，不是我，怎么摇杆进灰了？哎，没了没了，快点歪一下。我操 ！Give me some time to fade. I want to buy a cable game, baby. Waste the time inside, baby. Wa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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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it. 啊，虚化狗，玲玲做坏了，玲玲。啊啊啊！你别跑，一个死麻棍哥，你别跑。你别跑，你这和尚做坏了，别跑，老板，你和尚死了，你就等死吧，跟你讲，你等死吧。妈的，也岩皮跟你滚。Try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. 母鸡啊！哦，好帅，千鸟刀！身后派的。你是当年泪不干，才我操，反应骨架斩的啊！啊，和尚做坏啦！和尚做坏啦！我操！哎，我发现我不该玩巨涛王，巨涛王太笨重了。我应该是一个和尚加一个运灵加一个依图比较好点这个阵容。巨涛王还是太笨重了。我操！为什么我杀不到他？什么逼延迟？啊，这个傻逼后期他妈去死啊，我操，真烂啊，这巨头王的傻逼后期能不能加强一下呀、啊、我操，你妈妈了个文，和尚做坏了，我请问我现在不是没玩和尚吗？所以你 看不出来我不是潜伏地和尚啊，因为我现在没玩和尚啊，是什么鬼？不，这能扎到？他妈的！我靠，懒得喷！妈的，这前头摔，为什么？我这模拟器反应不过来，模拟器做坏了。啊？什么东西？
哎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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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这样子，哥，不要这样子。我操！啊啊！不想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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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玩了。Pay attention！ 不想玩啦。妈的，凭什么他这种伤害我，我伤害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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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他这是绝活御灵啊！我操，他不是虚化狗，他是物影，他是鬼人。我是鬼人，鬼人，我是鬼人。如果你还没有睡，如果我还不停吹，如果清醒是种罪。啊！妈，玉林做坏了，玩玉林到站西林岸。我操！我操，玩玉林西林岸。啊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不知道我是虚化狗？摩拉擦，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会有两轮把库乱舞？啊，怎么这个点没人呐？那排个屁呀！那打个屁呀！什么十七级？哪来十七级？你说的是不是？你说的是不是排位等级啊？我操，排位分有什么好卖的？这他妈有什么可以卖价值吗？你说是他妈熟练那个排位分十七级吗？那有什么可以卖价值吗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以图带弹反？这货啊，阴间，我操，阳间没有那个大爆炸，可以有东有。我操，穷逼，这不是穷逼限定军团王吗？穷人武器加穷人皮肤。哇，和尚确实，下吧下吧下吧，收收把爱和野兽。在前线什么、啊？哎呦，有点小东西。
防空加上后排电，以及当年雷不干。我有防空加上后排电，彩楼修修配良缘。妈的，我有点不想玩虚空道，虚空道感觉强度不如死神，是吧？我妈呀妈，打量你们得劲啊！死啊，没死！不是你真打呀，我操，没啦！他真开呀，哥们，你真开！真开呀，这没办法。我以为他不敢开的，这没办法。我以为那个斩击能给他斩死，这没办法。我以为刚才那个斩一两千四，我十几层卓越加上快续满，我以为能砍得死的，结果没砍死，可惜了。不是，早就泛滥了呀，早就泛滥了。哇，狗运，懒得喷。哇，好稳健的老马，他妈的！哎，幸亏没让他拿到蓝，那都是谁不知道？哎，可能是我，可能啊，不是我，好像不是。说实话，平 A 二段接平地爽，这连段真不是我发明的，真不是这个真不是我发明的，是玄学发现的，不知道谁发现的，我也忘了，反正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靠。Motivated. 什么叫冷静军团王啊？冷静军团王神力，小子。OK， 我这回不是嘲讽，这回不是嘲讽。OK， 行，这回知道不嘲讽了，可以。众所周知，满蓝军团王通常都有患有渐冻症，浑身都动不了。满蓝军团王直接变成渐冻症患者，知道吧？我直接扎，我操了他！哎，我都蹲了，这没躲掉，蓝喷。哎，戳着，哎，没戳着，好，可以。你有种就打啊，飞踢，求你飞踢，没压力啊，哥们，没压力啊，没压力啊，
哎！啊！我操！我有十环，这没压力啊！我操！心理素质真好，老弟，你这心理素质一流啊，老弟。我有十环啊。哎，我回个屁呀、啊！我靠！啊，不对，打伤害，就当打伤害了。你才不会玩爆炸，一个傻逼！盐批收收位，好吧，盐批收收位。盐批收收位，我操！这人懂克制链，他知道他的那个这个马克军团王，就先上红狗了，有东西的。虚化狗太有操作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不知道我是 Gim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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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metime to Fing？你的意思是不知道我是玩虚化狗的？我是虚化狗 ，gimme gim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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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mme。Fascinating. It is as if we are from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s. 西库卡宁吉子。哎，这个唐氏后期真懒得喷。哎呦，这能打断。哎呦，操作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虚化狗啊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虚化狗啊？哎，阔鱼，阔鱼，阔鱼，我是健康运灵，我是掌仙术运灵，我是健康运灵，操作了，健康运灵。
他有操作了健康运灵。哦，这不是这个贱货吗？傻逼哭刀。Try t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. 你还不会别人神。不能这样能戳到我操鸡脖做坏了。抹了他。他带霸权也冲不过我呀。If you had seen the things I have seen, 生涯小，你调一下手机不就行了？不，这为什么能抽到啊？直接强杀他这蓝我不强杀我就死了。这不强杀我就死了。对，霸权是打不到，不是无敌。你看那个抠你好纯傻逼。啊！啊！哎，我后踢怎么没躲到，没躲掉？后踢没躲掉，我操，懒得喷。尝试我操，冲！这老弟真冲啊！我操，用冲仙人！错了，问题不大。这人是某个傻逼，这人是唐氏。抹了他。别跑，这不是老大，但是他妈哭刀的小号，他把月色的号买了，现在这个是月色的号，
他把月色他那个二折号买了，现在他这是他小号，这鼻子真闲，他现在有三个号了，一个大号，两个小号，其中有个小号就这个月色的买的，这逼钱真多呀，他妈很傻逼，浪费钱。啊！为什么都拼不过？为什么都拼不过？我操死你的妈！我操了你妈！王继博，你扫码啊，王继博！鸡巴做坏了，知道吧？哎，我在虚化、啊。哦。好痛！把裤乱舞，两米，错了，错了，平 A 戳，让你打，让你打，我被你吓了，我只会死更多的血，我不如让你，我不如让你打，真的是。我操，那个低头懒得喷，还不是站着戳到？还不是站着戳到啊！操你妈的！你等着，看我巨头王发力，把你打出死了，你等着吧，我巨头王要发力了。我的军团王要发力啦！我那个傻逼后击，我真的服了，能不能加强一下呀？崩什么崩？他妈的，你以为人就算按你那个方法用后继还是垃圾，改变不了他是军团王所有物理招里面最烂的招，好吧？这个傻逼后继。你妈的，不要再提你的傻逼势不可挡啊！来喷啊！
打，你打，你让你打，让你打。关厕所，关，你关，你关，你关，关完没？お前は誰にもできない。唐氏哭刀，睡觉了，我这么早睡啊，行吧，晚安。我点个外卖，刚好直播完差不多外卖也到了。今晚吃什么好呢？哦对对对，和尚和尚，哎开了，好吧，那就下吧。哇好死吗阵容，懒得喷。他这三个里面最阳间的反而是运灵，其他两个多少死一个吗？我操！你玩红狗，你起码已经，你家起码已经暴毙了。操了你妈的！你玩的觉得你妈已经死了，跟你讲。去死！这不，我操！哎，不是，我操！哎呀，贱货呀，你是真死吗？你是真纯孤儿呀？哎，你妈已经死了，我说的。我是不是要烧死？没有，死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法打。就得留军团王杀运灵，好吧？得留运灵杀海姐，他妈军团王打海姐早死的。妈，玩五幽红狗全部死吗？哦，他有蓝的、啊。哎，找到杰下机了。虚化狗，你无敌了，孩子。哎，玩虚化狗的，你前途没有了。哎哎，哥哥哥，不要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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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操你妈废物，等死吧！我军团王怎么也得先把你海姐打个残，我先给你海姐干残，然后我的那个啥战，我的那个玉林再把你给弄死，你等死吧，废物！他妈玩五又红狗，你个狗畜生，狗来狗都能玩。虚空大被五兄弟可以可以可以，没啥用。但是你这样子点的话，不如死神刀配卓越的，这玩意没啥意义。不需要运灵了，May you rest in blissful oblivion. 唉，跟这种死吗？这种打是真恶心啊！溜了，那死吗？这种你不配。哎，我不换和尚了，我换和尚不能抗压，不能抗压，抗压能力不强啊。打不了啊！哎，懒得喷，玩那个啥，玩五月红狗多少十个吗？我就开地图炮了。无论你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，你都获多少十个吗？你可能是武德人，你可能会很友好，我也肯定会尊重你。但是你既然带了，你已经死妈了，没办法。你既然带五月红狗，你已经死妈了，改变不了。你再武德，我会对你礼貌，没错，可以，但你还是死妈。我操，三毛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想打五月红狗，好吧？那我还是乐意打五月红狗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还是乐意打五月红狗一点。对不起，错了，让我多打点五月红狗吧。Let's have some fun.不是，哇，犀利，比斐济北还要猛的犀利。没了。哎，玩三猫的。你这逼玩，你卡什么嘛？你刚才不卡，我给你来一套连段，你就死了。你玩三猫的，我操了你妈！我宁愿打红狗，都不想打这个。你玩，哎，死妈仔，玩的鸡巴阴间玩意，五月都玩，哎，玩的喷。想干嘛？我想死一头，这贱人！你打！我你打你无敌了，玩三猫的，你打吧，你无敌了，孩子，你打！哎，我便秘！你在玩三猫啦？哎呀，三毛！你玩三毛了，你真死妈呀！我宁愿打五右红狗，我操！
真的，我要换武器了，虚空刀不好用。但虚空刀，说实话，真的，我感觉下限没啥下限，我还是死神刀好用点。说实话，虚空刀太容易暴毙了，真的。死神刀多八血，多八血，然后本身还回血，真的。你在抽什么呀？我操！玩个君主还抽，我操你妈的！你在抽什么？你在抽什么？我操！你在秀你妈了个逼呢！真的，真没意义啊！你秀什么呢？不跟这人在战了，他妈！我不想跟三毛在战。你玩三毛，你就是狗屎。我跑路了。哎，他比我还先跑，那没事了。他比我跑的还快，那没事了。他比我跑的还快啊！我操，那没事了。哎，虚那个啥，那个啥，那个啥，哎。哎，虚空刀，说实话，上限高，但是下限比起死神来说下限太低了。说实话，我想给虚空刀排低一点了。说实话，真的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搁这给老板打号，你搁这鸡巴上分，怪我喽。我搁这给老板打号呢。哎，我玩和尚啊，你做坏了，玩和尚做坏了。啊！玩和尚的，你做坏了！玩和尚的，操了你妈！我妈的，和尚做坏了。I feel the dread coalescing in the pit of
和尚，你这时候做没做坏嘛？性能那么弱，不就是做坏了吗？这算不算做坏了？我操，玩和尚！哎，你跳什么跳？我靠！哎，这一爆一下就死了，歪样，再打点铁的，再攒个满蓝的，那爆摔一下就死了，我操！哎，哥！哎，操啊！哎，错了，不装逼了！放箱子了，我再也不装逼了，你妈了个逼的！没了。糖。妈的，凭什么他有御灵棍啊？你死妈了！你有这个破棍子，我要把你妈给宰了，跟你讲。这样子啦，我操！王朝后梯斩杀。不是真的戳到，哎，虚化狗，做坏了。我可是四一图啊，世界第一一图。对啊，隐形啊，我忘了，习惯了，好吧。
因为我现在见到一个运灵，我就说虚化狗，没办法，这玩意太那天，他这是雾影，他是雾影在不斩。如果你还没有睡，如果我还不听吹，如果清醒是种罪。抹了茶。你是对的。I can feel your weakness. Oh. 哎，还是死神刀顺手，说实话，那个啥，虚空刀真不行。打死给的要打哟。哎，懒得喷，和尚做坏了，道光砍死。示意图，确实，谐音梗，确实。愤怒喵，谁让你要杀鸡毛掸？谁让你要在这排来排去的？我搁这帮老板充分的，你搁这瞎鸡巴排，这不是遭报应了吗？是不是？也不是遭报应了吗？嗯，哎，我记得这人是个，哎，这不行，这个阵容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评价。他这个两个死嘛玩意，一个三猫，一个杰哥，格挡骨伤，大炸弹。说实话，无敌刺客真不重要了，主要是大炸弹恶心。已经，这人我记得之前是指挥官进化来的那种贱货。铁甲怎么说？铁甲阳间铁甲，阳间铁甲，他这个是难得的阳间铁甲。哎，哥，刮死！哎，我操！三毛！三毛！我操！杀！啊！哦！三毛，你无敌了，孩子！你无敌了，孩子！三毛！发！染毛，你玩三毛，你他妈啊，操了你呢！你赶紧去多陪陪你爸妈，指不定你爸妈，哎，好吧，操！你玩三毛，你前途没有了，跟你讲。I hope you're getting plenty of calcium. Your bones are in great danger.
能不能再来一个花招？哎，傻逼哥当骨伤，哟哟哟，前前摔，你死定了，你遭报应。哎，我，哎，我上级怎么变成他妈上瘾了？我操！哎，我上级怎么变上瘾了？我操！那么贴脸一个上瘾，这谁绷得住啊？什么武器啊？哦，分那个啥野蛮保镖，回避铁甲好打的，说实话。啊！哟，有操作，我全没了。全没了，小子！啊！哎！你敢过来吗？飞踢，求你飞踢，飞踢！哎，不是，真的撞到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妈！臭狗玩意，就喜欢钱钱！啊，错了！哎！哎！哎！错了，你看我虚化狗怎么把你拿捏就完事了，跟你讲。A new punching bag. 哎哎哥，哎不会连，几库看定句子，先出墙角再说。我买碗梦醒的。Gimme, gimme, 烧死！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 ！Gimme, gimme, gimme, some time to think。跑路，跑路，不跟有三猫，不跟玩三猫再战，你吃屎去吧，狗日的！不跟玩三猫的再战。OK， 再来两把。我操 ！Respect， 我操，阳间。三个阳间，我操，好阳间的相处，好阳间的相处，我靠，有操作的，有操作的。I've learned to be patient. 有操作的，四战连，但是一般不接平 A， 接平 T 我点。歪的。上下影是。错了错了，打错，我连招失误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操！洗了一看到哪？This is not your lucky timeline.
哎，还是死神的，好像说是虚空刀用不惯，没有续航，真的好难受啊！确实没有，没有个平梯平 A 二段接那个平梯后击是真连啊，只不过我那个按太晚了，这个是真连，我刚才按太晚了而已，反应迟钝了。You ain't seen me, alright? You 妈妈来个吻，我操！Heavy i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.你连吧，啊，你不连啊？接再战，哥们，再给我送一把，我就可以下播了，哥们，快接！哎，小气鬼，真的是懒得喷，没素质，没素质。刚那个标，对，哎，对了，这是个真连，就是说你烧血的时候，你快要烧尽黑血，你扔个标，这时候这个标是脱手的。你进黑血的时候，它是脱手，就是说你可以强制，你进黑血可以强制让对面吃一个标，他这时候是按不了下蹲键去躲的，你可以强制让他吃一个标。你刚来就看见下播呀？那你来太晚了，这把完我就跑路了，知道吧？这把完就跑路啦！来个阳间正容，不要山猫，不要红狗，不要海姐，又喜欢闪盾，吃完饭就去，好吧，吃完饭就玩去。来个阳间正容，不要山猫，不要红狗，不要海姐，这三个一个都不要，来一个我就直接开骂。来一个我就开骂，好吧。来一个我就开骂。好，你很好，你很好，好，可以。I've learned to be patient. Come on.哎，失误了！哎，我怎么播直播还上面？完了！哇，你是真他妈爱呀！妈，这两个贱货，他妈的真难处理。玩三猫，玩红狗，你前途没有了，跟你讲，你这傻逼阵容。
群友又怎么样？你前途还是没有啦。能接花招，但你要提前按，你要提前按才可以。是呢，三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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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废物。哎，可以完美下播了，剩个破烂红果，好杀的很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今天下播这么简单呢、啊？太简单了，轻轻松松的事，真的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。哎，操，这没踢到，你妈的！下播完美3300，你给录的哟。下播啦，下播啦，你这死吗？这种谁跟你打呀？下播，刚好这把可以当素材，好吧？刚好可以当素材，真的，刚好遇到这么阴间的这种又杀这么快，说实话，可以当素材了。下播 ，OK， 吃低保，3300，吃低保，下播。吃饱啦，吃饱了。哎，我还没点外卖，今晚吃什么呢？烤鸡今晚吃什么？吃什么好呢？我想一下哦。烤鸡今晚吃什么？让我想想吃什么呢？吃烤鸡。哎，确实，我好久没吃鸡肉了，可以点点鸡肉吃。Good idea。下播，下播，累死了。